看看你有多废。好，我会讲。你要几首？你要讲 Hello。那这个好喝吗？服务员怎么讲？Excuse me。啊？他来了。来了来了来了。Hello。At this one is alcohol.It's not alcohol. And we want all of order can make some cocktail? No, tonight no cocktail, no any alcohol. Outside, no alcohol. Oh, why do they know? Because it's the Big Buddha Day. Ah, yeah. 禁酒日啊？对啊。Oh. So? 没关系，点这些啊。This one 吧，this one. Honey and ginger. And...还是有酒啊，还是有酒。This one is not beer. Honey ginger, 柠檬姜茶。哦，好像很特别哦。哎，这个很特别，我帮你先弄点。哎，喝看看。阿妈，我要喝这种哦。谁？你啊。我来。啊，可以了。因为我整熟的是游泳的，笑死你！刚刚按摩嘛，嗯，哦，赶快倒，赶快倒。它这冰块蛮好看的，嗯，酒吗？好喝，嗯，柠檬姜吗？嗯，哎，真的，好喝没？哎，我爸以前还用过这种东西给我喝，好喝。赞哦，赞！蜂蜜加那些姜茶加柠檬，嗯，有啦，它还是有那个呛脑的感觉，但是它没有酒精啊。对对对，再来喝这个，这是啤，所以这还是酒。啊，像不像可乐？好像可乐一样。哎，真的是可乐。啊，是哦。你有喝过吗？我没有啊。它就是可乐。好好好，来沙士啊，在台湾叫沙士。啊，沙士，我知道。沙士。嗯，沙士。对。不是可乐。也不是酒。笑死！应该我们点这些很便宜吧？不便宜啊。你有点那个甜点对不对？比较贵。这七十块。哦，这么扯哦。七十块。这个四十块的样子。这是自家，他们自家的蛋糕雪糕。对。下面是班尼。我先吃这个是啥味道？应该是蜂蜜啦。嗯，香草味。香草的就对了。班尼。嗯。就正常啦。哎，没有什么特别的，八十度 C 的等级。嗯。破百啊，135啊。哇，那就不是八十度 C 的等级哦。嗯，它冰淇淋好吃，怕把它破坏掉而已。要吃吃看那个巴尼，我是觉得，在哪里下面这个啊、对，我觉得没有到巧克力味道没有到很重吧，可以啊，好赞 ，OK。